今天回来学。 你就算明天带个少爷回来，我都不觉得奇怪了。姐，你看我发明的芒果奶油串串儿。你弄这些和小妹妹还担心？ 姐，我考你个脑筋急转弯哈，哪种水果的实力最差？你要是答对了的话，明天我弄饭给你吃。水果又没长眼睛，我不晓得了。